Samuel 是国际知名的卡通人物设计公司，就大家都知道了。那究竟是哪一款卡通人物可以跟威马电器一起共度品牌创立第40个年头呢？你们以为是这排字血的布丁狗？不是。蛋黄糕？定是 Melody 呢？就是因为他和威马电器一样都有个共通点，就是推陈出身。他们在保留既有传统特质的同时，还加入崭新的元素，以不同的面貌走向全世界。就好像我们今次 crossover 的四款精选产品一样，可以由朝到晚照顾到你不同的需要，全日在你身边看到、用到、触摸到，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美好一天的开始就源自一个优质的睡眠。这部香薰放湿机具备放湿和小夜灯功能，每晚妈妈就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之下跟小朋友讲下故事、倾下偈，这就一定有个 sweet dreams 啦。大家知不知道妈妈最着紧的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小朋友的健康。又想烫衫，又想消毒家居，又想同时照顾小朋友。哇，这部蒸汽挂烫刷就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啦。不用开住个烫衫板这么危险，还做埋消毒杀菌，咁一家人的健康就可以得到全面的保障啦。在放假的时候想一家人有亲子活动，不一定要出街的。这部脆脆松饼机可以做出造型可爱的 Hello Kitty 松饼，还用埋个咁 cute 的 kettle 冲下欧华田朱古力，咁就可以叹翻个自家制的 high tea 啦。一个系列四款产品，24小时陪住你，西追地老未啊？所以话要承受一个王牌产品的诞生，最重要都是他们背后的市场策略。细细声话俾你听啦，而家净系公展会限量发售，得200部，系200部噶咋，手快有，手慢无噶。最后嚟翻首洗脑的主题曲 ，Music。精彩的表演，手有啲震啊，系咪啊？每年咧，大博士咧都要主持呢个环节，佢都每年都好紧张啊！居然间系我头先讲过个名喎，系威马电器有限公司，恭喜晒！佢跳得非常好动啊！好，我哋请阿大博士为佢颁奖噶。獎嘅咧係七號啦，代表威馬企業有限公司嘅張欣欣小姐噶。欣欣咧啱咧非常之生動啦，咁樣呈現一個卡通人物嘅電器產品俾大家去認識噶。好，我哋先而家望向大會嘅攝影中間嘅。好，之後再望向左手邊咧。好，再望向右手边。咁呢个时候咧，不如都想请咧，其余九位嘅佳丽一齐同大家影张大合照，请九位上前。
表演都是非常之精彩的。好，我们先望向台中间先啦。